这里在年头的特别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呢，大家听好了，看一下给夏威夷哈客家人移民的故事。就太有前赛托印尼群岛让进一步前赛托南太平岛这条呢全部是那个波罗尼西波罗尼西亚人在西年西半年左右呢是在那个独木舟对3000公里之外呢来到夏威夷群岛的天体这条个容器很多呢航海的技术呢连后人无法都想象的1788年，英国的 Captain Cook 发现夏威夷以来，各种外来移民迁徙以来，族群之间通婚形成了也是一个多族群啊混血的一个新民族。在夏威夷，亚洲的人口占超过60%，除了日本之外呢，大多数就是华人，来自中国的客家人。1895位客家人在1852年到了夏威夷，记得呢，起来种甘蔗的，因为当地生产那个很多檀香木生物，故说呢，早期的客家人到夏威夷喊做香树果，再讲檀香山寺，这个名人也是客家人留给起的。其他客家人民大部分呢，一般怪来来买来，给一个男性的老公，其他没持有没尊严，命运完全不能掌握在人口贩的手中。因此呢，当初是有我们卖猪的个讲法，其他呢在异乡去铺路、采矿、种甘蔗等等个苦力的工作，熬姜作吃辛苦打拼，同时呢。也将子女送到美国大陆去读书，让悄悄的争取到出头天的机会。何立志将个得主詹姆斯·米奇纳在1959年出版了《夏威夷》这本书，其中提西普饥饿的村落，就是用一位不以卖到夏威夷的客家麦米肉做主角，对早期客家人民那个艰辛的处境就非常深入的描写。茂密岛的拉海纳是哈诺鲁鲁之前夏威夷王国的一个首都，也是清出名的古晶镇。在清闹热的 Front Street 条件，有一栋历史性的建筑叫做火星飞馆。当时来到夏威夷的太多书是单身过的，一条三万大兵修身立业成家，但是呢，也从才受到美国权威阶级的歧视，甚至呢，也是为立法来剥削自由。但是呢，他讲言不会样就来带头，一条呢，可能自恩的高手，可能三行大兵一扑一扑，成为夏威夷亲如掌上的一个球。在很多路的中国上，人做的感受到华人所留下来的脚迹，但是呢，目前的 Chinatown 就迁到去海内，让对亚洲移民过来的人。在到老台湾乡
请吃饭的机会啊，真难得你读到了夏威夷的国会议员阿卡卡参议员，还有那位对呢，是夏威夷 Holiday 旅行公司的总经理李奥纳纳卡阿希奇。我比较讲，我哋阿在为客家电视做客家嘅节目，然后发现讲，一个阿卡卡夫人，还有呢李奥纳两三全部系客家带，所以讲其他客家话唔会讲，但是呢。谈起这个那小巴站的时候，其实就会讲啊，中诶，啊，这种的感受啊，哈，实在讲没有发言。My whole name is Leona Yuchin Gu Yuchin. My mother always said that we were Hakka, and the family comes from hardworking people. So my grandparents and everything was all hardworking labor people. Can you tell us about a little bit on your background, the business you run? Oh, the business I run. I am the vice president of a company called Pleasant Hawaiian Holidays. Our corporate office is in Westlake Village, California. In Westlake Village, we have over 500 employees. In Hawaii, we have 260 employees. I am in charge of anything that deals with money.那么这个亲戚辈个呢，就会在那个吃过饭之后，大家用那个基督教的习惯啊，做一个吃饭的祷告。你夏威夷的客家后代哈，真正这个表现出来的移民文化哈，是两百的多年啊，又丰富的哈。同时呢，这也说明了一张呢，叫促进这个文化传统呢，唔系单枪用协同就做到决定的啦，哈。比如，那看到个夏威夷的客家人哦，嘅本土化，哈，就相当嘅客家移民来到台湾，哈，都根本嘅哦，真正啊，落地嘅成点呢，真好诶。系咯，因客家嘅祖先啊，哈。过去为了求生存啊，哈，寻新嘅天地，啊，流落到全世界各地哈。但是呢，靠得佢哋非常一个硬强嘅精神啊，哈，冒险困难，哈，一个傲强作词啊，哈，开篇了新嘅啊天地啊，哈，想想因客家嘅祖先嘅来台住，哈，其他故事在讲啷啊，哈，大家系咪更加应该要来珍惜因一片土地啦，哈，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阿贤老阿忠姑哈，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